喽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！《肖战》自从大火之后，资源就开始应接不暇。最近和杨紫新剧《余生请多指教》正在紧锣密鼓的拍摄中，有网友晒出了一组两人拍婚纱照，路透肖战一脸温柔，紧紧盯着杨紫，网友直呼酸掉牙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《余生请多指教》拍摄已经好几个月了，估计拍摄已经接近尾声了吧。近日有网友拍到两人的路透照，杨紫穿了一身白色婚纱，肖战则是一身灰色的西装，场景是在婚纱店。两人应该是约好一起来试礼服的吧。我们可以看到杨紫在认真的看着前方，而肖战一脸温柔，紧紧的盯着她的侧脸，眼神非常浪漫，真的是像极了爱情。这样的画面透着满满 CP 感，网友们看到后都直呼酸掉牙，实在是太让人羡慕了。那么看完视频，小伙伴们觉得两人饰演的主角最终会结婚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